嗱，我哋好快脆又嚟到第二十一条啦。第二十一条呢，就俾咗个长方形你 ABC 一个长方形。咁 E 系上面嘅一点，而令到呢个 BE 系八，CE 系十五，同埋八十五同埋七 BC。好啦，嗱，咁其实佢要揾下揾呢个长方形面积。其实呢，即系呢个你有经验够足够经验嘅话咧，呢条题目呢就10秒内 KO 佢。点解呢？因为八、十五、十七系一个直角三角形嚟嘅，你 check 一 check 啊，check 一 check。咁所以呢，其实呢个三角形嘅面积呢，其实系八乘五除以二。八乘五除以二嘅时候呢，即系呢个直角嚟噶。咁即系话，其实呢个三角形呢，就会系啱啱好啊。呢个三角形呢个底呢系呢个。咁如果你将呢两个合并咗佢呢，即系隔篱嗰另外剩翻嗰两个三角形合并到呢。就同呢个三人呢，其实同底嚟嘅，同高同底添。哇，问你死未？咁即系其实将呢个三人面积乘以二就系个面积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即系你有呢啲咁嘅思维方式呢，就好快就可以搞掂咗噶啦。咁如果一般如果你正常嘅谂法呢，就用 Heron formula 揾咗个三人面积，跟住再用呢个做高底乘高除以二，就揾到呢个长度，咁再底乘高，咁就搞掂。嗱，方法又咁样，不过我而家呢度即系顺便同你睇埋啲即系劲嘅方法啦。好，咁啊，我哋下一条啦睇。